来了，你来了。你看我上不去了。是啊。还有啥吗？没了，没了。我看你走两趟了。没了。走两趟。给我拿来了。给我拎去吗？不用。妈还说晚呢，一点都不晚。这待会儿到了家正好消停凉快了。你去那么早，中午多晒挺啊。这个是那啥，这个拎的吧。现在是2:20，到那3点呗。嗯。出发是挺晚的。啊，挺晚的。要不也挺热呀。是吧，我妈愿意中午去，是吧妈？我不是愿意中午去，嗨，我愿意中午去，我不寻早点去那个意思、啊、不是中午去，咱们是咋、哦、要不然就是上午这场，要不然就下午这场，咱们属于下午这场嗯，下午这场行。嗯，你要上午这场，你这功夫收拾了就打包就回家了。嗯，这一点不行，这外边太晒挺了。啊，这天津不知道咋样了，明天就回去了吗？您说了40度。哎呀，都搁这要往里进呢。嗯。到达小富家庄海滩附近，目的地在您左侧。本次导航结束。到地儿了，到地儿了，我们先下来看一看。这个车得排号进，除一个车才能进一个车，车太多了。这帐篷这人是真不少。太累了。哎，这叫小富家庄。都拿下来了，还有一个，再来一趟，咋样啊？先找地儿去吧，大嫂，人可多可多的，连个缝都没有。是吗？那你看，妈还说早上来呢，中午来人更多。咱们先找个地儿，把帐篷给他支一下啊，人家就一点点来。快给我一个，不用，我拿。不要，给我一个，咱俩一起下去了。不沉。给我，那你拿这个。啊，爸还搁地下找呢。啊。密密麻麻的。啊，人家要回去了，这是啊。咱接班。哎，正好。你们啥时候来的？我中午来的。啊，哎呀，都买个帐篷来溜达了哈。都有。这有棚子呀，要不咱整个棚子好了，不拿帐篷好了。啊。是不是？那也不知道啊。这不是有种要养的，是没养。这是俩帐篷啊。一个。这个靠那个上面。这是个盖儿。啊、哦，还有盖儿呢！啊，走、啊，超重的最啊，这是这么软呀！哎，慢点啊！都拿过来了吗？还有，还得有。哎，我。最少还得。真是不讲。就是不太。人多。咱们这人多。这家烤的大虾，看，开那小炉子哈，嗯，这小味儿挺香啊。这小帽这回派上用场了，看，我就等到上海边呢。今天要不来的话，我这帽子使不上了。必须得用上，必须得用一下，不能白买。啊，你看我妈有帽子来吗？这个帽子了，我看看你这帽子。你瞧我帽子干啥不行？照婚纱照呢，搁这儿看，这里也挺好。这里能睡几个人？能啊，三个人没事。今天晚上就别回去了。三个大人，以后你上那里头一会儿就凉了。开整啊！开整，别哭，直接就点了。这专业的，专业烤串。哎呀，这老同学厉害了，啊、一招就上来了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烫着了！你可慢点啊！我给他拿起来了。啊，他垒上给人家，你看。啊，你新买的啊？啊。你那背心儿没拿？我这有。拿啥背心？今上你家请去，不知道你来呀？你不是今儿不来了吗？那你上海边，你得背上呢。今天啥情况啊？要知道你来，我还要买这玩意儿干啥？哎呀，老贵了，这家老贵了。哎，真甜啊！配一个回嘴的，买正的啊！这媳妇真好了，搁冰箱里镇会儿呢。你看这家汗流流的，这脑门子。这纯素颜的，加大放光放大倍数了，看到吗？嗯，素颜放大倍数，毛细血管都照出来了。哎妈！你的总监厉害，就是不出汗啊！服了，你看这汗滴了这个眼珠子往上掉，老爸这汗从脑袋皮往出出，
余云成没出汗，没出汗，我要是不感冒我都不出汗。那你咋跟你二姐一样一样的呢？吃那给厨师长整两串，这两个给尝尝。来得一手就酒就得跟现烤现吃啊。哎呀，我爸这大裤衩，我给你上，你准备吧，我给你上。现在吃有点早，让他吃蛋糕。那他姨给买蛋糕，要不然一会儿才刚那谁，他姨给买蛋糕，咱俩吃蛋糕。刚才粉丝的姨给你们买的，看看买的啥蛋糕。哎呀，正经不错呢，正经不错呢，这西都是，谢没谢谢呀？感谢了，感谢，谢谢奶奶，谢谢姨。我让他吃羊肉串，他我也说一会儿化了吃蛋糕。啊，人家说了这玩意怕化。嗯，这还有冰袋呢。啊，还有冰袋放的。妈，这个是比那啥烤的好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火烤好吃。嗯。好吃，好吃，是这个味儿，是这个味儿。小串很板正啊，这正宗吧？嗯，看这海边，这水可凉了。哎呀，那里头有个小划船的，这小姑娘不嫌凉。那里头都有船，那人划那儿去了，那人是那个就是那个小平板的那个艇，好像是。海菜，它这个水全是清灵的，知道，一点都不那啥，一点都不浑。哎呦，吃啥呢？啊，这是这双毛小瓶喝完了，双毛啤酒，这野煮的，嗯。你俩先吃，嗯，这俩孩子来灌水来了，灌没灌呢啊？鞋跑了一会儿，灌没灌呢？灌完了。啊，这是油水啊？没有，灌完了。啊，都有人下去潜水去了，看看西红柿，看潜水的，多厉害！那儿还有一个人。走吧，刚才退潮了，那边人都往前去捞东西去了呗。这要退潮不分时间吗？那咋不分呢？就这个点儿退了呗，这是。对，往下退。我们那回赶上是这个点儿涨潮。二锅头。二锅头拿过来。安排上。哎，红星二锅头，这才帅，怎么样？行了。行吗？行，我就出锅了啊。我不知道，大厨你看。老外他们愿意吃干巴点的。行不行？行。一锅。啊。来，一号桌，上菜。来，就这一个桌。还有那啥呢？鸡脆骨，下一波的。给您热乎的。哎呀，人家一串都够了。我一串呢。哎呀妈！怎么样啊，西红柿？有厨师证的人，你老舅烤的好还是你爸烤的好？我感觉还是差不太多啊，差不太多。我大侄还行啊，行不行吧？那还啥不行？这还别给人一会儿凉快凉快，人少咱挣的啥是吧？来，我老同学来，老同学就是大营就来了。不涨潮，这下里摸点啥回来？你们买这是啥肉吧？买的有里脊啊，里脊啊，有后腿肉，里你看有筋头啊，有筋头啊，有里脊，有筋头，买两个大把子呢，行不行？这硬菜啊，这个来，我看看啊，我看那边啥样，你效果你就知道了。瞅瞅，哎，滋滋冒油啊，帅不帅？哎，真好。来吧，爸呀。哎呀，来了。来，嗯，上菜。上菜，这个就缸子里边，缸子里边，谁把你吧？我给你留一块啊。留一块就行。哎呦呦呦呦，啥玩意儿？呦，啥玩意儿？不知道啥玩意儿。糊酒面上了。那也是肉食动物吧？嗯，食肉动物。来，老同学，来。你说的真对。哎呀，好嘞。
上来，来吧你俩。嗯，上。嗯，这啥玩意？鸡脆骨。能咬吗？吗？能。我不要。我给你开啊。软乎我也不要。哎，西红柿，西红柿给奶奶开，我自个儿开。我大孙子给他来起啤酒呢，你看什么真是。不来来雪花，不来大白熊啊。我妈说啥都行。来一杯。那带不带我回家？啊。那啤酒联名之后带我回家。嗯。啊。对，那个还有扎啤呢，一会儿得来上那五斤的。你没喝点啊？你看可麻烦了。喝两罐了吧？喝两罐了。你们俩在那管忙活得喝点两罐了，喝点喝点吧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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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，辛苦啥呀？那人家，你像我那当兵的话，小酒敬酒必须上海。当兵的话就是领导说，哎呀，同志们辛苦了，完了人家得说，领导好，应该做的。对呀，你这不敬厨师一杯酒，这海鲜上不来呀。上，来波虾。来波虾，好样海鲜呢。他们都去捞啥去了？嗯呐，你这没钱去捞，我还得吃串呢，妈。你不是你，我不去，我拍怕县里，鲜不鲜，嫩不嫩？含糊的，嫩不嫩？快尝尝。这家就是凉快的，这是五斤的。又又养了，养的话增加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妈现在整熟套子，还知道养呢。养是哎妈妈全钓鱼里，给他拿去。你妈那不是一般的懂。来吧，让我老同学给你倒上。哎，一般的懂啊。这扎啤买的时候可凉了，现在也热了。现在也行。你二姐夫买的五斤的，这个说凉凉的。啊，凉凉的。我这还有呢，我这还有，你倒你的。倒了啊。啊，你倒你的，我这还有。我先烤个毛。你小点口，来来，小点口。我老同学就专门这是陪我爸都喝好几顿了，这是我们没回来的之前就都喝好几顿了。那说那干啥了？我大关键我大爷乐跟我喝，乐也喝。哎呀，你俩多喝点。就是我姐夫跟我姐就是处对象前，处对象前，我也上你家饭店去。对，这回我姐喝吗？那时候喝呀，嗯，也喝，但是没有这么醋。对，我妈烤的正好，烤的正好。嗯，妈，你太厉害了，妈，妈，你啥时候学的手艺啊？哎呀妈呀！啊，这玩意还用学？这个大碗的好了。你这生蚝，那天夜市卖10块钱一个，是吗？啊，你这多少钱的钩？不知道啊。其实我他俩唠的。哎呦，这大生蚝不小。哎呀，放爆了！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别说拿蜂蜜拿了吗？没拿，忘拿了。忘了哈。忘拿了。干烤馒头片。干烤了。来，整那些的馒头片啊，那可吃不了。但也行，就这样，干烤。嗯，这还有啥呀？还有羊肉串。妈，还有这些没烤呢。啊，还有这个这得啥时候能烤完呢，大嫂啊？慢慢烤，慢慢吃，不着急。今天代驾。今天代驾了。啊！哎呀妈呀！这咋整的？快妈，快点！哎呀妈，还有扇贝呢，接串儿。吃点土豆的，吃点馒头片的，吃点辣椒的，这都。你看行。哎呀妈，这碗还掉了。哎，你吃，你后来的。不是，你后来的需要吃啥？吃那鸡爪干啥呀？啥？好不好用？吃串儿，这老些串儿。吃不了了，跟他们。还喂你啊？吃了还有个串儿的。好几个那干啥？你最少得吃十个。大人性格好，今天呵的。那不是同学，你要老这么说性格，那我性格不好。对，你就意思，你这一说话就啥？我同学脾气暴，就是好媳妇。不是你别太心亏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人家一夸啥，你自己在这就心亏了。你一夸我心就亏，是不是？我这夸大营，我说大营性格好，是吧？哎呀。来吧，来，大勇，亏喝了，干了，不是，慢慢喝，大勇慢慢喝，反正不上你的当。我妈没有，这不给我大爷喝一口。这个好了，我烤了。你跟你大爷，还烤完干了。这只是，干喝不对呀。今天你看，其实还有。这个是生蚝。我这过来了，嗯。
辣呀？对心情。他俩孩子也不吃了，好嘛？对心情。他俩上来了。快快，我得来一个！哎呀，这烤的烫手啊，烤的好啊，烤的嘎嘎好。那别说了，烫手烫手烫手啊！哎呦，这不是一般烫手，我烫。不是姐夫，你这个完事了啊，你就别烤了，都夹下来了。你再烤还有吗？还有，你再烤，我跟你说啊，先别烤了。妈妈翻个儿了，完了。不烤了。先别烤了，哎呀，先吃的吧。我这点料全撒了。没这叫牙的。哎呀妈，我这一点，他这玩意咋秃噜呢？好，那谁换大厨了？我不是，关键我是真享受了。换大厨了，我是真享受。让老太太这喝拿错酒杯了。老太太真享受，是来吃嘞。这么大网红跟我去给我烤串儿，你这享受的热在后头呢，小舅子干啥都有理，你来吧。哎，大爷，我说我有福，你知道？你我媳妇现在都烤懵了。哎，又放花了。哎呀妈！哎呀哎呀哎呀！是零级。哎呀，烤零级。好来了。烤什么？零级鱼。零级鱼啊。哎呀，可好了，走你！哎呀呀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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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那拿地下那个烤糊了，怎么了？狗那样的。这上了。对呀。你说好好整吧呀。你说让你这都给整散了，人整挺好的玩意儿。嗯，就这些，行吗？要掉来吗？你这干点啥？你都说了。人家穿的挺好，你说你整这样，来这馒头片给他，快快大爷快大爷，我不要了，给你一个，给我，我那个还没吃呢嘛，辣椒名那谁小陈，换门厨师，再来一波，你烤的是啥呀？烤的鱼豆腐羊肉串啊，大侄儿你拿的啥呀？酒啊酒啊，冰的。冰的，我跟你俩唠嗑就还感觉都得上冰箱开饭店前儿，嗯，我是接那桌呢，老板娘，不老板娘，这回咱们都上，不是，啊，我就是说真感觉说就是你搁就是东林乡开饭店前儿，咱俩唠嗑你的就是说态度是对小陈或者说是，那都撞了，嗯，哎呀，你尝尝，干杯。吃了吗？我吃了，吃了。再来一个来，我没有你吃那效果。再来，再来，整出效果来。我这老东西，来已经看见效果呢。我没有我姐夫是不是？不是，你吃没吃进去？我吃了，但是我没有姐夫吃那效果。这是都吃了得了，啥这那的？不会用，学徒只有。不会用，学徒只也得用。你这蒜末没少炒啊，大哥！哎呦，我全磕里了。你拿我手机儿子。就是扇贝小。别那手机有。扇贝也不行。蒜末。是蒜末代替了。这俩老同学啊，这。挺坑人是不是？贼好吃，我跟你说，绝对的。哎呀。你多拿手机。嗯。你看这点开始长头了。长着了吗？那不长着了，谁呢？看出来了，那浪往上走了吗？谁是谁呀？大影啊！你别跑，看看长着没长着？长了，看。哎呀，都到这儿来了，赶紧走。不是，真长了。啊！你穿那鞋正好，你进去。来，走。哎，正好。哎，咋的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妈，这脚真坏。哎呀，咱看看最晚波的。最晚边的潮水哈，嗯，来，哎呀，到不了这儿。一会儿他一浪就来了。那个吃的也挺好，烤串喝的也不错，打道回府了啊！争取咋的呢？那个天津再见，是不是大杨？对，那个明儿见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天津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个我提了。我提了一个，剩下那个这啥呀？哎，你俩干啥呢？手拿着呢，拿着，走，走吧，走吧。来来来，小兵，先给我一个，给我这个，给我这个。走吧，从这边上去。那个上去。那你给我这个，嗯，不用。没落啥吧？没有。那啥，顺这边走。顺这上，这边。你们顺这边走，一样。你们顺这边走，一样。大爷，顺这边走，那啥，顺这边走吧，顺这边走。都一样。爸，走。他不听你那个。哎呀妈呀，串妞你咋拿那么多？没事，
走。老公，你那手机是干啥的？我准备找。它照亮呢。找又照亮。哎，走。怎么样？那你们手机干啥？没事，我就下楼。咱没落啥是吧？咱没落，没落啥就行。走吧，也收干净了。嗯，垃圾啥也收拾干净了。我那早就收拾干净了。带上的炮还没撤呢。不一样。哎。从天黑，我们这是从天黑吃到天亮，是吧？从天亮吃到天黑。从天亮吃到天黑。这个歌总跟我对付，人家说啥？行啊！行走，行走了啊！行，哎，好嘞。没事了，咱一定要开完年，再到位，我们到底咱收拾干净。我们连一张纸都没落。谢谢。能找着姐姐？那司机还能找不着？你是叫完他了之后那啥了呗，没有小放不下呗。他有车放不下，我那后备箱有东西。我走了啊，丁帅。都认识，一伙的。我们是一个组的。啊，一个组的。你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就在家现在没有小车的，就很少了。对，就根本就是找不着。像我这种步兵，你连叫都叫不着。嗯。